推开那个飞龙嘛。对，就要做事情比较少。对，就有点类似作业的。对啊，好 ，OK 啊，好，我们要哪一个打啊？你们觉得？是吗？要比了，还在问？用马可斗打了。对啊，马可斗啊。不好看呢。你是怕你输的很难看吗？真的会不好看。好，一 P 一 T 的飞龙对上我们二 P 就能用的 Poison 啊，看来是要开 Poison 啊。Poison 好，开场进攻，哇哇，我进角落就进角落输一半，进角落毒药就累了，对，进角落毒药输一半，哦，出来，用弄这个木鸦很漂亮啊，啊，一个类似安全跳，哎，木鸦没好。那就危险了。好，总决，哇，这个居然破甲，这么大佬是破甲。那旅游的时候才有破甲。对，旅游的时候才有最后一下。好，会不会接 UC 呢？没有，继续折了。他做的不够假。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太明显了。啊！喷了，喷了。我真没打到。没打到，因为你是气用洞。我们现在要看到基隆东开阿东的机会，我是觉得他开阿东他绝对输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啊！哇，基隆东，他绝对开。有啊，被逼角落了。角落了。啊，没中没中，然后结果没有劝返，差一点，那个中再见。哇 ，ET 反应很好。我跟你讲啊 ，ET 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比赛型选手，他比赛起来哦，真的那个，尤其是这种短局数的比赛，对他来讲，心脏很大。对。毕竟是老手了啦，你看这样子，直接烈火拳喷出去还会中啊！啊，开场中断，你赢了啦，好不好？你就认命一点吧，就认命一点，当然换之啊！一定要站上顶点的，对，一定真的这样会站上顶点的。哎，一定搞不好今天三个冠军就全包了哎、欸！对啊，对啊，有可能。快打中蒸汽点啊！快打中。我回去他妈直播折片了，直播折片，然后果不其然换了艾莲娜，艾莲娜对不对？好，打是一场的，好了，感谢今天各位那么捧场啊、喔，那个观众数目还蛮多的啦。好，我们现在0-1落后的情况之下，基隆东开了艾莲娜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有人他如果拿三冠军，他拿三个人凯蒂特金腰砍、欸。哇塞！凯蒂特表示啊，凯蒂特表示 fuck it。哇，进角落了，进角落了、啊。就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些防御实在是。没有练好、哦，你以为很糟啊，真的，你以为很糟啊？不是啊，这不是我昨天看到的基隆东啊，啊，中断有了，中断有了，虽然那段中断了，可以，还行，好补血，还可以，还行，好稍微补一下取消，下段两次，哎，有，其实很明显的 ，ED 这边对于艾莲娜对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是，好啊，解衰，难怪人家说 ED 都没有朋友，因为他都跟人家抢东西啊，要抢冠军啊，没有朋友的，到处抢人家的，啊。行啦，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啊，我们金龙东好不容易亮灯啊！来，开场先回归两拳吓吓你。我总觉得，我觉得现在是看起来是 ET 不会打艾莲娜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很明显的 ET 的对策就比较明显。对，不会打的是另外一回事。因为其实 ET 就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到 Ultra 这一代就比较少在玩快打。哇，赢了，这应该赢。走远了，走远了，是打康。看来是1-1了。我的小将都直接把分数先打了。我先打，先打了。这个要被逆转实在太难了。这除非，这除非 ET 去，那么除非 ET 去拔基隆东的腰杆。对啊，我就说这稳的，这稳的。赛事，快点来看。啊，两个1-1。啊 ，ET 表示我要换角色。ET。真的要换了，水准没水准，所以人家才会说 ET 没朋友，很想你嘞。对，就用一好用了啊，一我都用一，但是你的话用二就好了。一太难用，你不会，不要一你不会用。用一啊，用二，我都用一啊，我用一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输啊！没机会补血，他就把一炮都打回家。我真的希望你，我真的没有希望，不希望你输啊！你还是用二吧。我怕你放 UCE 然后自爆。太好笑了！为什么我们八强一开始就要那么欢乐？算了，
那可以多换游戏啊。啊，走远了啦，好走远了，走远了是不是？对，看来今天一定要三冠了。哇，这个烧脚。没有正常来讲是不会踢到的。对，没有人会在他那种情况之下不远的地方放战重拳。踩不出来。果然，我们基隆东的嘴炮策略开始啦。一踢踩不出来。哦。ET 表示赛事我也略懂啊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两边在拉距离哦，滑梯没有中。啊，保持在大约三四格的距离啊，两个都跳入。空对空。哦，果然是升龙，这就是 ET。哇！了解。ET 都冒了一下冷汗。哇！起身指令头，起身指令头，而且是没有无敌的，没有无敌的，没有无敌的。ET 表示想折我，下半辈子吧，暗杀暗杀。有个 ET， 我就 ET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啊，怎么这样？真糟糕！我看这真是完蛋了，这是底下快打中的末日要来了。哇，这是顶下对决。听说有人预赛的时候就输给 ET 进半步啊，不知道是谁啊。ET 很高啊。眼睛啊，不要动，这超远的。是你不会抓距离好不好？啊，前面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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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UC，还有 UC。哦，他有 UC 是不是？对 UC， 但是我跟你讲，就算放出来也拿不到，因为那个发射很慢。对啊。对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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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不要用UC，你不听我话，干杯摔死！我就跟你说不要用UC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不相信我。继续啊！自己把他拿，直接打声部是不是？好，五谷一棍王跟 ET。好，我们这声部冠军赛了，对不对？